好的，可以了，谢谢。马总发信息让我手机被打死，好在，好在。
正在重新之际资源还原 After the rain and have a great 2020快乐，万事如意。Happy New Year, best wishes, 春天快乐。Happy New Year. Hi,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身体快乐，身体健康。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寿星和新年的财源广进。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频道祝各位亲朋好友在2016年计划，在2017年准备，在2018年开始，在2019年还没有完成目标，最终都能在2018年夺过新年快乐！也祝各位新年相处满载心意好，祝大家在2020年早日暴富，走上人生巅峰。我是主持人 Howard， 欢迎各位的到来。Good evening, White Oaks. I'm Leah. Welcome to the 2020 Chinese New Year Gala. 大家好，我是 Winston， 欢迎大家来到2020的 WOS 鼠年春晚。春节对于身在海外的华人来说，是一年一度难得团圆的重要时刻。2020是今天是仲春时节的第一天，仲春时节也标志着光明与 春天的到来。Good evening, my name is Shirley. Welcome to WOS 2020 Chinese New Year Gala for the year of the North. For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we have changed our event. So today is actually the date which marks the start of spring in Chinese lunar calendar and contains the year wish. 是的，那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 WOS 办的第一个春晚。今晚不仅聚集了来自我们本校的同学和历届毕业生，也有来自外校的同学、老师和家长们。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都能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This is our first Chinese New Year Gala. We're glad to share this moment with you, and we hope our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can enjoy this gala. 从2019走向2020，我们走向了新的年代。2020更是象征圆满的一年。虽然此时的加拿大仍然春寒料峭，但当新年到来，当新春到来，我们一定会带着过去的回忆，带着对新一年的期待，把梦播种，等待新一年圆满的收获。2020 is indeed a special year. While it is still cold outside, the spring will come and brings our dream of 2020 and the memories of 2019. We are glad to share this moment with you, and we hope you have a good gala.是的，接下来让我们用回忆、激情和活力作为关键词，有请我们的开场三连表演。So let's welcome the opening series of performances with the keywords of memories, liveliness, and passion. Let's welcome Kellen Fu, Helen Shu, Howard Xiao, and John Ding for the performance 2019.
Oh,
谢谢 Amy 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 Michael 和 Justin 为我们带来歌曲《飘向远方》，掌声有请。Now, welcome Justin and Michael for a song performance《飘向远方》。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变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小一点。每逢过节的时候，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坚强，他们的梦，他们的固执，有自己懂。回不到曾经，看不到未来，一切都是他们的错。还要继续坚强的走着，够尽全力奋斗着。梦想之间牵挂着，打起了电话，说妈妈，我在逃跑，解决我的困惑。我曾被别人嘲笑，也被别人嘲笑，我不忍人打倒，我不要是被告。别问我真相，告诉不了的真相，但不知忧伤。我飘向北方，飘向北方，这是风一样。心中的心这边你叫我来自火星还是来自地球，生活在张扬不止的世界，我要平淡心头。每天的早乐让我的毅力变得如此宽厚，我要踏着力气奋斗，穿过整个宇宙。他们都叫我 Mr. Mars， 不敢叫我 Mr. King， 夺走我的谎言也不敢抢走我的自信。 If you wanna stay with me， 我给你一臂之力，打破僵局再定兵，谁只有我和你。我踏着你的肩膀走在战场的前方，用气场去打倒这黑天使的迹象。不喜欢退缩，因为血腥的弱，一场战争怎么能赢得胜利？如果没有我，我真的战旗在国度里失去。我看托起我双手挥起了手臂，用尽全力高喊 Destiny。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向哪里？放开我，梦想之路看得太远了。放开我，我真的奋发向前，守住你心。放开我，在我意识里只有胜利，没有放弃。我飘向北方。北方，这是我不愿沉重的心囊，盛满了惆怅。我是最可惜的。From the west， 在全球地盘，即使在争夺亚运的名额，我依旧在幸福的灵魂的前途为你们，我一路往前，突然一首被你秘密的起伏，记住我的去处，必须跟你叙述，即使在灵魂面前必输。Thank you everybody。That's right.
谢 Michael、Justin 和 Amy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我们为他们一起唱《Justin Michael and Amy》。那接下来的三首歌呢，主题都是关于感情回忆的。首先，请欣赏爱美，来自薛之谦的专辑《度》。The next three songs will be about memories and emotions. Let's welcome Alex Xu for the song performance. 掌声有请。
一笑倾城，一次就好。让我们掌声有请 Helena 带来舞蹈表演。Next, please welcome a dance performance by Helena Yang。
再次谢谢格林娜，下面请欣赏 Ania 和 Kate 演唱的《汪苏泷的有点甜》。So let's welcome Ania and Kate for a Chinese song performance.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 Mia 和 Audrey 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Julia 和 Michelle 带来的大碗宽面。The next performance is 大碗宽面。Let's welcome Julia and Michelle.Performances for the great display of closing instruments and songs. 2020的春节注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节日，疫情的突然到来牵挂着每一个人的心。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让我们为武汉加油，为所有抗击着疫情的人们加油。下面的第一个节目是曙光，来自 Amy 和 Michael， 让大家掌声欢迎。The 2020 is indeed special. The second wave of the pandemic cracks everyone's heart.
At this time, let's cheer on for Wuhan and for everyone fighting the pandemic around the world. The next performance is a song by Amy and Michael. Let's welcome, 掌声有请。自己和朋友写的，当时就是写给武汉的，就因为当时这个疫情，就现在也很严重，但是当时就是已经可以看到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就是说，真的打心底里想送给祖国一些祝福吧，啊，对，就希望你们可以喜欢，对。首先，我要说到最所有的医生，开始关怀着无尽的悲欢，为了那份用尽的力气的痛，已经是无时无刻中的牺牲。这首歌送给所有同胞，也送给我的家人，快有一个通宵。这首歌送给我的祖国，愿他永无疤痕。红旗在空中飘，我前行在黑暗后会有曙光。华山的将士们全副武装，海外的华侨们齐心协力，团结在世界温暖的厨房。看在阿星叹气，总会恐惧战栗，总是为之苦难发愁。汇聚所有万语千言，希望就此变成2020武汉加州，我享受。
请还没有坐过的观众尽快坐过。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春节联欢晚会的下半场。Welcome to our second half of our performances。接下来的伴舞表演来自三种不同的形式，而第一首歌，让我们掌声有请 Chris 吴带来的说唱《不用去猜》。Yeah. Chris 掌声谢谢 Chris。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个很炸的舞蹈表演。
我们有请张静和 Jin 为我们带来了舞蹈三首串烧。Next, let's watch a great dance performance by Justin and Jin.Thank you.
感谢 Justin 和 Jane 的精彩演出。Thanks for Justin and Jane's great performance。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 Alex 带来一段武术表演《长拳》。Next, I welcome Alex again for 武术 performance。送给 Alex，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to Alex and his great performance。接下来的四连表演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练的，让我们搭上时间的列车，从晚上八点整出发。让我们有请 Ariel、Amy、King and John 带来的乐队表演《红颜旧》和《夜空中最亮的星》。The next performance i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Let's first go to 8 p.m. and welcome Ariel、Amy、King and John for a band performance。掌声有请。
着自己人和街和眼中任凭勾着心意为不变自己悠悠乐队，让我们继续驶向零点。接下来的表演是天黑黑，让我们欢迎 Cecilia 和 Howard 带来这首歌曲。Next, let's welcome Cecilia and Howard for the song performance.Thank you.
Thank you.
再次掌声谢谢 Audrey 和 Amy。 时间来到了早晨八点，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欢迎 Bella、 凯、 Sammy、 Helena 带来表演第 Sammy and Amy for a great performance. Next, let's welcome Bella、 凯、 Sammy and Helena for a song performance first day. Thank you.
就够好。儿子躺在我怀里，去等待明天。寂寞的雨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谁说缝纫机不打开？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太沉，孩子哭了一整天呐、闹着去敏感。蓝色的你看上衣痛往心里窜，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的散文诗。我愿意和我看着每年复制，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小湖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就会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对酒，之前那时的儿子已是坚强的子弹，一个可爱的姑娘给他设了家，但愿他们那不落魄的日子艰难。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谢谢 Lacey。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场第二个串烧类舞蹈节目。Next, let's welcome Alicia, Judy, and Rachel for another great dance performance.然后我就会英语老师，然后我就
你在哪里唱歌？那么看没有多用，但是如果有足够喜欢唱，我就很喜欢，对的呀。所以就请你麻烦一件事情。啊，因为刚好我们家是外国人，然后语言方面在沟通交流这方面真的难度挺大的。Julie and Rachel， 接下来我们要迎来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和 Howard 带来的相声《留学生活》。Let's welcome Howard and Howard for your next performance。说学逗唱，你想听什么？哎，
你等一会儿。你好，看清水哥。你学。桃园儿肩上肩，嘿嘿，柳叶儿就这么聊天，嘿嘿。唱什么了？你们就跟着。哎呦，这还一人呐！啊，哎，您好、啊。不然呢？咱不是对口唱的。对口对出口啊！啊，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单口相声就一个人在这儿逗，对口相声呢是逗哏和捧哏，我是逗哏。嗯。我这个位置呢，顾名思义就是逗大家伙乐，对不对？对。捧哏是干什么呢？啊，您给说说。捧哏就是光明正大的，不用买票来台上说听相声来的。您这过分了，没必要。这东西，三分逗，七分捧。你这是哪捧哏告诉你的？我捧哏告诉我的，但凡听见你跟说，捐款了，你管着你。对，口气还不小。您沉重了，不是隆重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吧。说清楚了啊。你叫啥呀？您不知道我叫啥？您介绍一下呗。我号儿香啊，您不是老叫陈吗？对，这个陈这个姓很少见，宝。那是姓，陈是姓。那您姓什么呀？姓肖啊。肖啊，那是个外姓。当年清朝发现您肚子大奥一马。你等一会儿。哎。大声的告诉大伙儿，你姓什么？我姓什么？我姓蛇，绿色不出头。啊，您都姓一属相的名字了，您说我外姓。啊，行，都依你，行吧？啊，什么叫都依我？啊，满意了吧？啊，行，那不跟大伙儿卖那关了，咱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留学生活是吧？不是，您还记得这些？哎，嘿，忘不了。那说到留学生活，首当其冲是语言，对不对？那给大家唠会儿这个英语。啊，你说。对。这个首当其冲，咱得学好这二十二个字母，这二十二个字母缺一不可。等会儿，等会儿，您说咋了？还有一桌麻将这东西。怎么了？英语二十六个字。那四个啥学？那四个比较难学，可能是。没听说过。啊，那难学像吧？那行吧，那当着各位面啊，我考考您。啊。冰箱的英文怎么说？箱，这不知道了这个。不知道吧？难住您了啊，没错 啊，都天冷都还有谁穿了这个窗外都冻了。是，冰箱的英文叫 fridge。 fridge 哎，错不错。但是呢，有一种特制的八开门的大冰箱叫 refrigerator。 冰箱有八开门？特制的，怎么了？八开门那不是衣柜吗？哎，啊，是冰箱。您知道八开？哎，这但是这个 fridge 跟 refrigerator 呢有质的本质的区别。啊，您说说。就是、啊、这个 fridge 是搁地上的冰柜。啊，冰柜。但这大 refrigerator 呢是立那的，叫冰箱。对、啊，一句口诀足矣。放地上的、像箱子一样的叫冰柜。立那的跟柜子的叫冰箱，懂没？您怎么回事？麻烦您再给说一遍行。还这么难，不好使。躺地上的、四四方方的、箱子一样的，箱子一样的 fridge 叫冰柜，对。啊，立那的柜子在的，对，衣柜在的叫冰箱。冰箱，哎。哎，您说说，您这么一说，哎，啊，本来分解，知道吗？怎么了？这现在我连冰棍儿都不知道。是，这冰棍儿都不知道。对，这人，那行吧，看见这冰箱倒是不清楚的。这是您说的不对。法国话是不是？啊，法国话。把您嘴里那个加拿大鹅先掏出来，好不好？怎么？这叫法国话，大姐。法语。哎呀。学不学吧？我就不学了，您这太吓人了，这个。哟，看不起我？他没见过世面，你知道吗？怎么就没见过世面了？当初刚来加拿大那会儿，陈哥那是一个飘着初雪的夏夜。这挨着是吧？当时他在我们那个新开的叫什么武大郎机场啊？当时那个机场是怎么回事？机场？武大郎机场。还有西门庆。怎么？您饿了？吃炊饼怎么了？不是，这跟炊饼什么呀？您好好说说。武大郎机场那是什么地方啊？武庆大庆廊坊机场，武大郎机场。人家就叫大兴机场啊，这么神奇的？哎，武大郎这跟炊饼没有关系。好，我还以为你饿了。哎呀，后台不找事儿了。
行，刚才机场呢，陈哥觉着国外啥也没有，物价倍儿高。你看到我当时。哎呀，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拿他们家那锅碗瓢盆、笤帚、扫把，还拉着大厨师、对不对？非得扒开门大定制冰箱。我拿着笤帚、拖把对过来干什么玩意儿？您打仗啊？您是来这个逃难来了？不大像话，真不像话，带着东西出了一点。啊，当时他那大厨师在那个机场上拉走了，还放过那个衣柜吧，好不好？哎，没有那扒开门的东西。啊，行。再说了，那拖把那过得了安检吗？那东西？您最后还是顺利登上了飞机。啊，可能交的钱有点多。对，然后还，这人好死不死，坐那座位，抱一大堆东西，坐那座位，还是中间那座位。哦，就三个座位，中间的。对，就是我挤呀那个。您不知道，您买票便宜这票。然后呢，结果还搞了半天，终于坐下了。啊。旁边一个金发碧眼外国大姐。哦。啊。然后您倒腾，既然您在机场呀，东西多呀。那可不嘛，那个。就那拖棍儿，这块儿大姐的。坐我那拖把。在飞机上呢？啊，没跟你说你交钱，那顶棚都没了吧？那飞机那是穿上大姐啊？您穿上大姐之后，大姐瞪了你一眼啊，瞪了我一眼，那可不嘛？你没看见呀？他把他们家那个炖柴锅鱼那大锅给带走了，哟，还挡我脸！我的妈呀！我直接糊脸啊！也挡住了视线。哎，我到我都不知道了。哎，然后呢？你大姐瞪你没看见？啊，那可不嘛？生气怼你一下，哎。啊，你还是捯饬了，大爷急了，啊，啪，干嘛呀你？啊、说嘛呢？笨笨。等会儿，你等会儿。说金发碧眼的外国大姐，天津大姐。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呢？您给说说。您在天津上大学。去。感谢来自 Helen Howard 的精彩的相声表演，不愧是来自京津冀的同学。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Howard and Helen。今天已经是3月6日，距离12年级毕业生也只有112天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是由我们12年级毕业生 Rachel 和 Michelle 演唱的知名歌曲《我的歌声里》，我们大家跟他们一起唱，好不好？管理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
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每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2020 Chinese New Year Gala performances have come to an end. 感谢每一位在表演过程中的热情和配合，再次感谢我们全体春晚策划成员、控台、后台，以及前前后后为了演出成功进行的每一位同学。Thanks all the cooperation and passion during our performance. Thanks to all the people who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success of our Chinese New Year Gala.我们作为留学生的一员，通过亲身经历，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输出我们的文化和价值，也是融入这个环境和氛围必不可少的一环。而春晚不仅是一次温暖的相聚，更是在鼓励和召唤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在崭新的征程中，能够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不忘本心，不失自我，能够共同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氛围中，留下属于我们的文化痕迹。Chinese New Year is not only a reunion.I also encourage us to leave our own cultural footprints in this diversified culture. 快乐的时光很短，再次谢谢每一位的到来以及每一位的热情和支持。明年的春天我们再见，大家晚安。Thanks again for everyone that comes to this gala. We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and have a good night. Thank you.